到底什么情况？死了一个饲养员，攻击他的是。 这批实验鲨鱼才培育2个月，怎么可能长这么快？为了增加鲨鱼的生存能力，我融入了肺鱼和昆虫的基因。这种级别的实验是给食草动物准备的，你把它用在鲨鱼身上？鲨鱼对生存环境要求极为严苛，只有这样才能最快达到预期效果。这种事情你应该早点告诉我。 这个小家伙就是我们最新的实验成果，它是我们的希望之星。来，展示一下。好。现在含盐量降到了海水鱼体液失衡的标准，一般鲨鱼都会脏器衰竭。 通过基因改造，他们的生命力和繁殖力都超越了极限。你们为什么瞒着我做这么危险的事情？你知道你们在做什么吗？如果这项发明应用到经济鱼类上，这将彻底改变地球粮食危机啊！这是全人类的福音呐！你还看不出它的危险吗？科学的道路上，免不了牺牲和意外。唐博士，马上封存所有资料，活体样本。 全部销毁！袁聪，你知道你在干什么吗？你这是在扼杀全人类的希望！你知道这对我们多重要吗？这种鲨鱼会造成什么样的后果，我们根本无法预测，我们也担不起这个责任。唐博士，马上叫二组所有人到培育室集合。啊！他怎么就不明白呢？ 时代的人们管它叫北海巨妖，说它是深海的恶魔。实际上，它从来没有攻击过人类。相反，每当海洋生态出现失衡时，它就会出现。传说它一直守护着鹦鹉虾。海洋生态系统是在亿万年前形成的，它所孕育的，那才是被大自然所接受的。而那些违背自然平衡制造出来的任何生命。 全部都是在玩火。我们这么做是为了人类的未来。如果都这么做，那人类就没有未来。喂，程总。 实验结果我已经给你们了，你们要追加投资预算，你们知道现在这笔投资对我很重要的。对对对，越快越好。好，等你们消息啊。哎，哇，好漂亮啊！
喂爸，哎，我现在在忙，晚点再给你打回去啊。嘉恩，海湾发现不明生物袭击，类似事件呈高发事态。 是什么？嗯，牛魔王。别闹！来来，慢点。哎，这样的。 什么呀？我在你心里就是这个鬼样子。这，我没看完呢。先给我！哎，你长脾气了是吧？莫雷的电话。我让你接，你只陪我的。你有病啊你！ 现在在哪儿？昨天，他们在沙滩遇到了鲨鱼，人现在都找不着了，都是我的错，我的错。